高胜远全名 Archer David Cole， 演员周迅的丈夫，美国华裔电影演员，出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，30岁时出演《克隆战队》，在美国好莱坞显露头角，后来主演《雪花秘扇》，而被中国观众们熟知。2014年主演电影《意外的恋爱时光》。2014年9月19日，高胜远主演悬疑电影《死亡派对》上映，10月登上《Vogue》服饰与美容杂志封面，成为第一个登上《Vogue》Trender封面的男明星。11月，高胜远、周迅夫妇成为 H&M 2015新春系列代言人。2014年5月8日，周迅通过微博宣布与高胜远的恋情。7月16日，高胜远与女友周迅在杭州举行结婚仪式。前几天热播的由孙俪、陈晓主演的年代剧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中，托尔丹的出现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不少观众觉得他很眼熟，但却想不起来叫什么。他就是周迅的老公高胜远。大家觉得高胜远有没有魅力？